大家好，今集咧就系我哋第224集嘅一击音乐喎。咁喺四年半以嚟咧，我哋咧都从未间断咁样陪住大家。喺过去咧，我哋访问过好多嘅基督教乐坛嘅殿堂级前辈啦，又或者咧系一啲新晋歌手咁嘅，又为过咧好多好多嘅朋友咧拍摄过 MV 啦，甚至咧有啲咧我哋仲同佢开过音乐会添。喺音乐侍奉嘅路上同行，不过咧嚟到呢一刻，我好唔舍得都要同大家讲一句再见啦。
一首咧就系我哋一击音乐喺2007年四月首播嘅时候嘅第一首 MV 嚟嘅、哦，就系、是、John Louden 嘅《守望你》啊。嗱，咁一击咧已经有成四年半嘅历史啦。咁至于我 Yannis 咧，都主持咗呢个节目有两年嘅时间啦。咁做一击咧就令到我咧对基督教乐坛嘅认识更加深啦。唔少嘅歌手咧，本来我只系听过佢哋嘅歌嘅啫。嗱，到咗今日咧，我都好清楚佢哋嘅音乐使命咯，甚至咧系有机会可以同佢哋同台合作添。咁一切一切咧都实在令我系好感恩嘅。啊，呢个时候咧，我就想为大家拣一首《In Love》嘅念红啊。啊，呢首歌咧就系我第一次主持一击嗰阵播嘅第一首 MV 嚟噶。除了你还是你，每一天我重复每一天，经过你窗前，没有你没有梦，没有你没有快乐笑容，都是装出来的。知道为什么眼神在摇晃，我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不安，因为我看到你的脸，也因为看不到你的脸，大家会问啊，点解我哋一击咧会突然间同大家讲再见嘅咧？其实一击咧已经同大家同行超过四年嘅时间啦。
在这一刻咧，无论在音乐的内容啦、节目的形式都好像行到去一个路口咁啊。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需要停一停落嚟，谂下下一步咧要点样去行嘅。咁我 Yannis 咧都应承大家，一击咧一定会同大家再见面嘅。咁但系咧，我哋实在系好需要你嘅支持同埋代祷噶。咁如果你想更了解我哋一击停落嚟嘅原因咧，可以收睇我哋嘅 One G Plus 啊。因为一击咧虽然系停咗落嚟，但系咧我哋嘅梦想系音乐，世界系我嘅电影系列咧，仍然系如火如荼咁样进行紧噶。啊，另外咧就系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就想同大家公布一下咧第六届你有好音乐基督教原创音乐创作比赛嘅结果。我哋迟啲再见，拜拜。梦想系音乐，世界系我。CBN ACM 合办第六届你有好音乐基督教原创音乐创作比赛，季军黑夜中的影子，亚军盛宴，冠军成了以赛亚书53章。